就是去年才去放。嗯 ，OK， 放这就可以了。想问我们今年物价怎么样？加薪，看今年的市场了，这样的差还要加薪。哎呦，今年 COVID 来病了，没有扣薪水好了哦，还要加薪。喂，叮叮叮！哎，对，你帮我约看这个我选那个女子。我很想问你，你要换车啊？哎呀，先看一下喽。还有讲没有钱，什么时候我才会有自己的一辆车？哎呀，年轻人，你好好努力啊，多几年呢，就可以像我这样子了。你看继续说吧。只要你好好努力，我就可以换更好的车了。